我们今天吃的就是这个老英国，这么一个烤肠类的东西啊。我们用 BBQ 把它加热了，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东西的味道啊。提前已经把它穿好了，又到了吃棒状食物的时候了啊。每100克1260千焦啊，这个是在Snow Town 买的，雪镇买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那个雪镇的 BBQ 被人占了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Red Hill 红山，找了个 BBQ 来烤它。这八根肠一共是4.59块啊，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吃。首先非常肯定是它熟了。而这个肠确实不太肥啊，都是瘦肉馅的感觉。口感上非常像国内的腊肠，不应该说腊肠，就是有点口感上特别像台湾烤肠那种感觉，但风味上不是，而风味上就是那个迷迭香的味道。不过它这个猪肉肠确实非常好，感觉一点肥的都没有，全是瘦的。烤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它很干，所以我们加了很多水把它弄熟，这个肠基本煎不出油的，那么还不错啊。除了这个口味上可能亚洲人有点吃不惯之外，就没什么缺点。那么欢迎关注微博，搜索"未知小白"，与我互动，拜拜。